们这次的主题为碳微观纸之设计哲学，我们参考了三宅一生的一生哲与纸上奇迹的展览，然后研究出多种折法。接下来我们将示范折叠的技巧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吧。我们先介绍主要的材料：珠针、剪刀、美工刀、吸卡纸、圆规，还有尺。那我们准备开始实际操作咯。第一个是错位折，首先使用笔画长宽约4公分的正方形，接下来将正方形中间画出所需图形，就会如这张纸一样。之后使用美工刀加深线条纹路，接下来呢就是按照线条纹路折，折完之后呢就会像这张完成图一样。第二个是立体正方形，立体正方形的前半部分与错位折类似，所以我们从中间开始。现在你看到的是画完线条的图，接下来使用美工刀加深线条，把线条都折过一次，就会变成下面这样子。之后的部分比较重要，就是将正方形的90度角往外推，形成三角形。全部完成后，就会变成立体图形。我们的实际操作结束了，谢谢观赏。碳微观纸之设计哲学。